係，你哋好嚇。咁咧，依家係呢個7月14號星期四，11:59嘅嚇。咁咧就大市咧就係依家咧就係升咗51點嘅，喺20,849點嗰度嚇。咁就比起琴晚咧美股嚟講咧，就港股叫做幾好噶啦嚇。咁啊浪翻住，咁啊美股咧琴日咧就跌咗208點嘅。咁啊，Nasdaq 咧跌咗17點，S&P 跌咗17點啊。咁今日升翻嘅主要嘅咧，都係一啲電動車啦啊，同埋咧就科技股啦美團啊、阿里巴巴啊，升咗2% 啊。咁啊，藥股啊、京東啊呢啲全部咧都係啲科技股啊，都係成也科技，敗也科技啦啊。咁啊，網易又升翻2% 啊。咁啊，但係啲傳統股就麻麻地嘅嚇。平安啦，一啲內銀啦，內險啦，同埋內房都唔得嘅，因為點解咧？就講緊係有啲內地嘅嗰啲係買咗房嗰啲咧，即係話咧個斷供啊，咁啊，因為咧就呢個問題咧，就對內房嚟講咧構成一個嘅影響嘅，咁啊個措施究竟點樣處理咧？而家都未知啊，咁但係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似乎咧對內銀、內房、內險咧，暫時短期咧都會受壓嘅啊，咁大家咧可能要避一避先啊，咁但係咧就內房裏邊咧就唔係話全部都咁差嘅啊，咁因為咧睇翻咧就我哋睇下個圖啦咁內房咧裏邊咧我自己睇咧就華潤置地啦、啲央企嘅內房啦、同埋688啦。中國海外啦都唔係太差，咁但係咧雖然唔係太差，但係咧佢哋仍然咧係處於一個大幅度嘅上落市嘅格局咁咧有機會咧就係譬如係中國海外啦，佢可能要沉翻落去20蚊25毫到21.5呢度嘅即係21蚊呢啲位啦附近啦咁而家22.85中國海外咁而跟住可能又會上翻啲啦咁但係咧就即係短期嘅頭先嗰個因素咧嚟講係負面少少嘅，咁呢啲都係牽涉埋，因為即係內房嘅嗰個資金鏈嘅問題同埋違約嘅問題，咁呢啲種種咧就會帶嚟一啲唔係咁好嘅一個情況啦咁見到內房全部都係向下嘅，華潤置地咧相對嚟講會強啲嘅咁就亦都嚟到呢啲位咧，佢見到佢都近期都所有內房有影響嘅，咁所以咧內房咧就佢有機會又係一個大嘅幅度上落市啦咁而近期嚟講，佢個上落市嘅幅度咧都大嘅最低去過31蚊啦最高上到37蚊咁但係呢一轉咧嚟講，我睇佢咧就可能要回翻落去33蚊到嗰啲位啦即係呢條趨勢線嘅平均線嗰度啦33蚊到先會慢慢定住嘅，咁所以如果有貨又可以要避一避啦，等一等先咁保理置業咧又係啦，即係佢最低1.65啦，而家1.73但係佢回翻落1.65呢啲位咧，就如果去得到嘅話咧，就又係一個靚位嚟嘅可以揸翻耐啲咯咁但係內銀又點咧？內銀就唔係太理想嘅咁中國銀行又跌咗唔少啦，連續5日㗎啦咁建設銀行都係工商銀行都係我哋睇下咧就Bloomberg 啲分佈你就知道咁咧嗱，譬如咁講咧係939近期咧，你睇到咧，7月13號咧，即係琴日嚟講咧，就有好幾間譬如韓國嗰邊啦，Mirae Asset 啦咁啊減持咗360萬股嘅喺呢個建行嗰度咁另外咧就 Crédit Agricole 咧就減持咗咧就5,300萬股咁後邊咧再落去咧就係黑石咧 BlackRock 咧都減持咗4,200萬股。咁呢個就增持嘅咧就係有 Invesco 啦，增持咗1,400萬股咁所以搦翻出嚟整體嚟講咧，就建行都唔係太理想嘅咁你睇到咧就係話走勢上嚟講咧，就自從5月
尾之後咧，啊喺六月份咧開始慢慢枕住咧，都係向下嘅，啊有減持到嘅，啊咁所以咧就建行唔係太好啊。咁我哋又睇翻，譬如係工行啦嚇。工行咧，嗱你睇到咧，7月13日咧就有1300万股買入嘅，係Bank of New York。咁但係咧後邊咧7月13日同樣地咧，同時間咧，你見到咧 Credit Agricole 咧同埋平安保險咧都有減持嘅，啊咁啊分別減持咗2000万同4700万股，啊咁而再13日嗰日咧就仍 BlackRock 咧黑石都減持咗7200万股嘅，啊咁所以咧內銀嚟講咧，工行又係受壓嘅，啊。咁其實全面受壓㗎，你睇到嗱，譬如係招商銀行啦，嚇、啊，招商銀行咧都有呢、這個 Credit Agricole 啦，減持咗350幾萬股啦，嚇、啊，呢、這個係發資㗎啦，啊 ，Goldman Sachs 咧喺琴日咧亦都減持咗，即係高盛啊，減持咗450万股，啊，這個、呢個咧係招商銀行啊，嚇、啊，咁啊郵儲銀行又點咧？郵儲銀行都係嘅，啊，黑石咧就減持咗800幾萬股，啊，你睇到黑石咧減持800幾萬股，啊 ，Franklin 咧就減持都仲多啲添，減持咗8600万股，啊，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都唔好嘅，咁內險又點咧？因為內房嘅影響啦，我相信內險都有影響啦。你睇到咧，譬如係 Bank of New York 啦，減持咗700万股啦，嚇，琴日。Credit Agricole 咧又減持咗1500幾萬股嘅，啊，咁啊內險都唔得，啊，咁啊內房嚟講咧就更加不在話下啦，啊，咁嗱你睇到譬如強勢嘅內房股啦，嚇，譬如美的置業啦，嚇，我睇下美的置業，美的置業咧反而係有錢入去嘅，啊，美的係相對嚟講就嗱睇下先啊。美的置業咧就相對嚟講咧，琴日咧有70幾萬股買入嘅，係 Dimension Funds 啊，有個基金啊，咁啊股本唔係好多啊，咁啊美的反而係強勢啲嘅啊，我哋睇下嗰個資金流，美的咧就嗰條money flow 嗰條線咧，其實就開始打翻平啲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相對嚟講會好啲嘅股份啦嚇，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即係話咧，美的置業3990咧，今日好明顯見到咧佢有回升嘅，啊，咁佢已經去翻近期嘅低位啊，咁所以咧反而咧就係美的咧，你哋可以換馬去3990啊，如果有內房嘅嗰啲股票咧，就之前頭先提嗰幾隻咧。啊，咁啊有問題嘅咧，就即係擔心咧，咁可以換馬去美的置業。嗱，美的置業咧，因為都嗰個買盤都強嘅，啊，咁大家可以咁樣做啦嚇，將內房轉去嗰度，嚇。咁啊，你睇到嘅嚇，咁啊今日嚟講咧，我哋睇下嗰個成交今日半日啦。今日咧就有主動買盤咧，嗱呢度咧。159萬幾主動買盤啦，主動沽盤104萬啦，咁主動買盤咧係有55萬股嘅，啊，咁啊雖然量唔係好大啦，半日啊，咁但係咧睇到美的都係相對強啲，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嚇，啊，咁我又睇埋只119啦，保利置業，啊，保利置業咧都有啲Dimension Fund 都有沽咗嘅，沽咗30幾萬。咁但係之前咧，其實咧Vanguard 咧就買過800幾萬嘅，870幾萬股嘅喺5月尾啊，咁即係個零月之前啦嚇。咁所以保利置業咧就相對嚟講咧，又係未來咧都會有機會慢慢會抗跌力強啊。你見到咧嗰條 Money Flow 咧唔係好斜嘅啫，好平嘅。咁證明咧後市都有機會會好翻啲嘅，啊，咁啊，所以就兩隻啦，一隻美的置業可以睇好啲，啊，咁啊一隻咧就係
玻璃置業啊，都係可以睇翻強啲嘅嚇。咁啊，至於科技股又點咧？我哋睇下科技股啊嚇。啊，未講科技股之前咧，我哋講翻只9696啦嚇。9696咧就今依家係$80一毫啦嚇，佢發咗盈起嘅嚇，增長咗百幾倍嘅嚇個盈利嚇。咁就正如我所講啦，其實就天齊理業咧啊。佢咧就本身咧，雖然 A 股升咗上嚟啦，升咗唔少，咁啊港股咧就 IPO 都係高位定啦嚇，咁但係咧佢個折讓好大啊，咁啊佢定嘅高位冇辦法㗎，咁你都要同呢個 A 股嘅股東交代㗎嘛，係咪？你好難就繼續再折讓得太大嘅嚇，冇理由喺低位低下限定價㗎嘛啊，咁所以咧就天齊都集資百零億啫嚇，咁佢本身 A 股嘅市值好大嘅啊。咁啊，所以呢度只不過係佔佢好細嘅數嘅啫嚇，咁啊，亦都冇必要拱高嚟出貨啊。咁呢個唔存在呢樣嘢嘅。咁你睇翻天齊理業咧，其實佢做嘅嗰個業務做得好好啊。未來咧，展望咧個需求仍都仍然好大嘅，因為磷酸鋰咧係佢嘅主打嚟嘅啊，佢全球最大嚇。咁所以咧，我自己睇咧，我琴日條片都講啦嚇，睇翻$90嘅嚇。咁啊，短期啊睇翻$90啦，因為市況波動啊嘛啊，未係好理想。咁但係咧，如果再睇翻長啲咧，其實可以再睇翻高啲嘅嗱。咁啊，用一個好保守嘅價 A 股價$120計啊，佢折讓25%咧都係唔計個匯水啦嚇，都係值$90噶啦嚇。咁所以繼續揸住佢咯嚇，有貨朋友唔需要擔心嘅。你話要買咧，今日咧就個今日嘅平均價位咧。就在大概是$78左右啦嚇，到$79啊，如果見得翻$78 to $79呢啲位咧，就可以去繼續咧係去買入相關嘅股份嘅嚇，咁啊呢個都係唔錯嘅股份啦嚇，咁啊就可以睇翻耐少少嘅嚇，咁至於6680咧。金力永磁咧就上翻嚟噶，33.25，咁咧就之前大家擔心佢啦，但係其實佢個業績好好啦，同埋佢亦都係一個領導位置嘅一個公司嚟嘅，佢個業務上邊啊，咁啊亦都係符合新能源嘅業務啦嚇，咁所以呢個公司嚟講咧繼續睇好嘅啊，喺未來嚟講咧就都係仍然咧有機會咧就係繼續睇高啲啊，我都係仍然擺翻個目標位喺$38啊。咁啊，大家繼續係去睇好呢個股份啦，金力永磁嚇，咁啊相信咧有一定嘅上升嘅空間喺度嘅啊。咁啊，而講翻另外咧，講開新能源啦嚇，1799啊，咁咧就係新特能源啦，佢$25嘅啊，咁啊繼續都係睇好啲啦啊。咁而北水咧都有流入咧去嗰個協鑫科技嘅3800嗰度啊，咁啊呢兩隻咧嚟講，梗係揀翻新特啦，因為佢平啊嘛。嗱，我哋又睇翻下金力永磁啊嚇，我哋用翻搬白去睇翻。嗱，金力永磁咧，嗱佢咧喺過往呢段時間咧個股價咧紅色呢條線就係嗰條嘅資金流啦嚇，咁個主動買盤咧係。都是強的平穩向上的，咁所以咧就見到貨源可能唔係好多啦，底下咧就繼續做翻好少少嘅嚇，咁相信都係仍然向上進發啦嚇。咁你喺近期嚟講咧就上嚟呢下咧個成交唔大嘅嚇，即係證明呢個貨唔係好多嘅啫啊。咁我哋又睇翻下咧就嗰個持貨值啦嚇。咁近期嚟講咧，你見到咧係一路嚟講咧，就見到咧就一啲基金咧都有揸住一啲貨嘅嚇，咁啊佢譬如咧係 Invesco 啦，有70多萬貨啦嚇，咁啊而7月5日咧就見到咧有個日本嘅基金啦嚇，咁啊揸咗1000萬嘅貨嘅啊，咁而另外咧喺6月30日咧就見到係 Dimension Fund 咧都揸咗40多萬啊，咁其實咧就。一路以嚟嚟講咧，都係見到咧就有啲基金繼續揸住嘅嚇，咁、所以有貨朋友擺翻耐少少咧，我相信唔擔心嘅啊。咁而1799我哋又睇下嚇。
1799咧就新能能源咧，你見到冇乜人沽貨嘅。咁大盤裏邊咧，你見到咧7月13日咧，其實 Dimension Fund 係揸咗100多萬股啊。咁啊，5月份先至有人沽過啲貨嘅啫啊。咁但係嚟到呢一段咧嚟講咧，就一路都係冇乜人沽貨啊，亦都有有啲資金揸咗啲少量嘅貨啦，幾廿萬貨啦嚇，咁啊裏邊有啲唔同嘅，包括高盛都有買少少啊，咁所以呢個股票咧本身係做得唔錯嘅啊，咁啊近期嚟講咧就都係節節向上啦，雖然有少少沽盤，我相信係啲散户啦啊，見到條紅色線係向下嘅，但係係好輕微嘅啫，好唔係好斜嘅啊，咁啊相信有啲散户沽啦，咁但係佢嘅市值嚟講咧，佢依家咧已經去到就新特能源咧，我睇睇下。新特能源咧嘅市值咧就都去到相對嚟講咧，有一定嘅嗰、那個去到80億之上噶啦，啊，去到93億啦，所以咧佢好快咧有機會咧，未來呢幾個月咧會入去港股通嘅，啊，咁新呢個協鑫科技都係入咗港股通之後咧就大升嘅，啊，咁佢而家嘅市值咧係1010億啦，嚇，咁就新呢個協鑫科技啦，嚇，咁啊。佢相對大啲啦嚇，咁但係咧估值都幾高嘅啊，預計市盈率嚟講咧都係今年預計咧都8倍嘅啊，咁但係新特能源咧係講緊3倍幾嘅啫啊，咁啊息口又接近7厘啦嚇，咁就都好值租嘅嚇，咁所以呢個唔使擔心啦啊，咁我想講另外咧嗰啲餐飲股，琴日提過嗰啲咧今日都升嘅啊，譬如怡海啦嚇，升少少啦嚇，而家就相信咧，因為內地咧。我雖然講緊咧就經濟衰退啊，全球經濟衰退，見到油價跌，金價跌啊，有色金屬跌啊，咁變咗咧就呢啲都暫時嚟講咧就要避開嘅啊。咁而內銀內房內險咧，暫時都短線要避開，因為咧除咗頭先講嘅央企嘅內房嗰幾隻啦啊，你可以換馬去美的置業，美的係最好噶嚇，暫時咁多隻裏邊。啊，咁相信內房呢一波咧就慢慢都會解決嘅啊。咁你話斷供嗰樣嘢唔會變成一個好大嘅事嘅啊。我相信咧就會有政策出嚟嘅都啊。咁但係咧就你講美國衰退嗰件事咧，會影響咗啲油價股啦嚇、啊，油價股咧所以暫時要避一避噶啦啊。咁啊包括係883啦嚇。啊咁同埋咧就係857啦嚇，呢啲都要避一避啦。386咧等機會啦，等位先至買嘢嚇。咁啊，因為佢做新能源咧做得好好嘅嚇。咁啊，另外就油價回啲對佢有利嘅嚇。咁反而咧就跌下咧，中石化會未必會再跌噶啦嚇。咁就另外咧就因為講衰退嘅問題咧，就有色金屬都一路跌緊嘅嚇。譬如咧就係做咗新貴嘅啦，雲橋鋁業啦。啊，咁啊，仲有咧就係中國鋁業啦，啊，呢啲全部都係向下試一啲比較低嘅位嘅，啊，咁所以唔係好理想啊，啊，咁呢啲嚟講咧就大家要小心注意啦，啊，咁另外你江西銅啦，有色金屬啦，嚇，咁佢好明顯你見到咧已經轉曬勢啦，啊，就之前嘅大升勢咧回翻曬落嚟。咁仲有啲關於礦嘅啦嚇，中國有色礦業啦嚇，呢啲又係啦嚇，咁啊又係向下咧就跌得多，呢個日線圖嚟㗎嚇，咁所以呢啲就唔好再揸啦嚇，因為可能又要迷失翻唔知3、5、7年嘅嚇。呢個係1258啦嚇，咁啊1208咧就五礦資源啦都係啦嚇，咁因為點解咧講緊衰退問題唔係一時一刻咁快解決嘅，直至到美國咧跌到差唔多咧，佢要講緊唔再加息咧，即係喺我諗係出年嘅事啦。啊，咁所以呢件事嚟講咧，就暫時都未有咁快會完嘅。啊，咁所以有紅證嘅朋友6936啦，咁你繼續揸住佢啦，都係維持原判。啊，如果近翻20000點咧，你就可以平倉。啊，平咗佢哋6936。啊，咁啊第一個位20700啦，咁啊港股其實比較強嘅，
啊，其實港股嘅強咧係因為咩咧？係因為科技股嘅帶動啊。咁咧就都仍然會好翻啲啊。咁你睇到科技股嚟講咧，就我又俾大家睇下科技股咯，9988啊。9988咧，你睇到咧嗱，佢嘅持倉變化啦嚇，咁啊9988咧就今日咧都有60多萬股翻咗嘅一個 Stage Street 啦 ，Stage Street Global Advisor 啊，即係未知嘅嚇，咁啊有60多萬股買入，琴日咧有1200萬股 Bank of New York 咧就沽出嘅，咁但係前邊咧就13號咧。就琴日嚟講咧，又有1500多萬股買入嘅，就係 Invesco 買咗嘅，啊，咁啊，其實就呢啲位嚟講咧，就升跌不一嘅，啊，咁啊都有人買，有人沽嘅，嚇，咁所以阿里巴巴呢啲位咧，我相信咧就都會有一定嘅承托力啦，嚇，咁而睇翻個 money flow 咧，你睇到咧，就其實佢都係枕住喺高位嗰度嘅，即係嗰個主動買盤同沽盤咧，就主動買盤都唔少嘅嚇。咁所以9988仍然維持原判啦，都係會市場短期有震盪啊，佢落翻啲咁，但係咧就如果睇翻中線少少咧，就阿里巴巴淨睇好嘅啊。咁你如果有個紅證保住個高位嗰度23248啊，69936啊呢啲保住咧，咁你咪安全咯啊。就算你冇嘢保咧，咁你揸呢個都安全嘅嚇。咁佢再落到幾多咧？我相信105蚊咧就頂住噶啦。依家嚟緊109.8啦，105蚊頂住，上到幾多錢會有壓力咧？咁啊嗱，上一次個位咧喺122啊最高嚇，咁呢條個通道位嘅頂咧117.5啊，咁你去到117.5先至走咯啊，呢個阿里巴巴啊，咁啊呢個快手又點咧？而家81.15啊，我哋又睇下快手啊嚇。快手咧，你睇到咧，其實呢段時間咧都有盤賣嘅，啊，包括招商證券啦，7月13號即係琴日啦，又買咗150多萬股，啊，咁而另外咧有增持咗200萬股嘅咧，就係喺琴日咧就係Franklin Resources， 啊，咁仲有咧就係 State Street 啦，美資噶啦，亦都增持到50多萬股，啊，其實快手係多盤賣嘅。嗱，再前啲7月11號咧，講緊2600多萬股買入嘅，係 China Asset 啊，咁啊都多嘅，咁所以快手嚟講，呢個位就我覺得安全嘅，啊，咁啊可以守住啦嚇，唔使太擔心嘅，啊，咁啊科技股裏邊仲有隻百度啦嚇，琴日都話派禮物啊嘛，係咪？啊，百度嚟講咧就都是強的，你看到呢，其實7月13號呢枕住仲有盤賣的，有290多萬股買入呢是 Credit Agricole 啦，啊，230多萬股買入呢就是高盛啦，啊，所以百度是看得比較好的，啊，這幾隻呢科技股裏面呢我比較喜歡的啦，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啊，百度今天升了 2% 的，啊，繼續看好，啊，百度你說要走一轉那些呢就等到上回去翻155蚊到啦嚇，你先至減咁啲咯嚇，咁啊如果有貨嘅咪繼續累積啦，加擺喺度啦啊，我相信快手這個百度都唔錯嘅啊，咁啊睇埋騰訊啦，騰訊究竟係點咧啊？騰訊咧？騰訊咧就你睇到咧，其實都個減持沽壓都唔少嘅啊。咁啊喺13號咧嚟講都有400萬股沽出啦，係招商啦嚇。咁Manulife 啦就沽咗100萬股啊 ，Credit Agricole 沽咗180多萬股啊。咁另外咧就係，Invesco 咧就都沽咗70多萬股。Invesco 咧就買嘅，BlackRock 買咗70多萬股。Invesco 咧就沽咗300多萬股，
嗱，沽多過買啦嚇，咁啊，即係騰訊仍然唔得住嘅，咁所以呢啲位置大家唔好太過急於留底住啊，咁啊走咗貨之前叫大家高位走咗貨啲就唔好加碼住嗱，你睇到咧，其實嗰條趨勢線咧，嗰、那個嗰條 cash flow 咧，主動買盤咧就比起主動沽盤嚟講係細好多啊，主動沽盤多嘅嚇，咁啊其實都係向下啦，咁所以唔係太理想咯啊，所以騰訊咧未必跌完噶，咁我諗你哋穩陣啲咧，因為個市未得噶嘛，係咪？啊，咁咧就睇翻咧就睇下佢呢個位330守唔守得住啦。如果呢個位330守唔住咧，會唔會再去翻300打底先上咧？唔知道啊，咁我哋要睇啊。咁比亞迪咧就依家叫喘定啲啦嚇，咁但係都仍然要睇住佢嚇，可唔可以上得翻290樓上咧？有個裂口喺度啊，好大噶嚇。咁啊，而家呢個未得住嘅。咁啊，理想咧就特別強嚇，咁但係咧都係嗰句啦，你用一個上落市嘅策略去做會比較好啲啊。因為雖然電動車裏邊咧，理想咧就快盈利噶啦嚇，咁但係咧就嗰個整體嘅形勢咧，就因為成個大勢外圍唔穩定啊，咁啊電動車股裏邊佢都係做得最好嘅啊，咁但係咧就轉虧為盈咧，唔係表示佢可以個估值可以無限量咁做好嘅嚇，咁啊86就會頂住噶啦，我相信到啊，咁大家留意住咯嚇，咁啊同埋8月2日咧會開新班嘅嚇，咁啊第一堂咁啊教大家咧點樣睇趨勢啊，同埋咧我會用一啲頭先好似 Bloomberg 啦嚇裏邊咧，同埋經濟通啦好多嘅一啲分析數據啊，點樣同大家去判斷啊個市點樣去入市咧，點樣出市咧嚇，同埋啲趨勢線點樣去畫咧啊。加埋啲衍生工具點做？頭先講咗68936啦，啲紅證點樣處理？點樣做咧？可以做令到你咧係立於不敗之地咧，啊又可以賺多啲咧啊！呢個係好好嘅學習機會嚟嘅嚇。咁大家有時間真係參加啊！8月2日第一堂啊，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係睇睇下邊嗰度啦嚇，嗰、那個電話啊，咁可以喺嗰度聯絡我嚇，咁啊再詳細同大家講啊，多謝你支持啊！喜歡嘅朋友咧，記得介紹俾你朋友圈啊，叫佢訂閱同點贊啦嚇，同埋撳鐘啊，咁多謝你啊！咁啊講到呢度啦，拜拜。